今天就是除夕夜了，我们父女俩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。新的一年，我祝大家扬眉吐气，我祝大家突飞猛进，我祝大家突然暴富。嘿嘿，你能让我说两句不？好听的都让你说完了。我们祝大家兔年大吉，新年快乐。啊，我的妈妈美如鲜花，哦，我的爸爸丑如泥巴。咦，为何妈妈爱爸爸呢？哎，因为鲜花不可没有泥巴。你这自由诗写的还挺押韵哦。可你这光赞美你妈，坑你老爸如泥巴呀。我有那么丑吗？我夸赞我妈怎么了？你也不是常常夸牛阿姨很好吗？看下一首。勇狗，狗狗狗，出门跟我走，我在吃肉肉，他在啃骨头。哎呦，这就是你写的诗呀？怎么样，也很押韵吧？有人押韵个屁呀、啊！人家让你编写两首诗，你搞了半天就编出这么两首啊？哎呦爸，祝你新年快乐。祝你早生贵子，四海为家。哎呦我的妈！成语填空，白什么倒什么？白酒倒满。什么？谁告诉你白酒倒满？要不要再给你炒两个菜啊？你别笑。白头到老。你什么我什么？你喝我干。有人。你倒是好直爽哦，还你喝我干，你来我往不行吗？不什么不什么，不醉不归。嗯，你都在想什么呀？你觉得你这样写对吗？怎么不对了呢？白酒倒满，你喝我干，不醉不归呀。哎呦我的妈！成语解释，知书达理是什么意思？光学会书上的知识还不够，还要学会送礼。哎呀，小小年纪倒还挺懂人情世故的。不对呀、啊，知书达理是指有知识、懂礼貌，还学会送礼哦。那夫唱妇随呢？丈夫去KTV 唱歌，妻子尾随跟踪。哎呦我的妈！很委屈，谁告诉你的啊？呼唱互随，意思是丈夫说什么，妻子跟着附和，是夫妻和睦的意思，明白没有？最后一个，一穷二白。你一旦穷了，别人就会用两只白眼看着你。什么？你是这样理解的呀？有人。一穷二白，比喻基础差、底子薄，甚至一无所有。不是我每次给你辅导，你认真听进去没有啊？听进去了呀。听进去了，你还这样写？成语填空，百事什么？百事可乐。想喝吗？嗯。有人。哎呦，一会我再收拾你。百事亨通。一什么三什么，一瓶三块。买过不少次吧。一波三折，还一瓶三块哦。什么完什么了，喝完算了。哎呦不对呀、啊、想什么呢你？百事可乐一瓶三块，喝完算了，有什么不对啊？哎呦我的妈，我迟早要被你送去极乐世界。你别笑。算了，看下一题。成语解释，穷追不舍。贫穷一直追着我爸，不舍得走。什么？嫦娥。嫦娥？嫦娥到咱家来了。嫦娥来咱家干嘛？是单词改变。那个是读 change。 哎呦我的妈。 change。下一个，如来。
谁？这怎么还听写到天上去了？啥玩意听写到天上去了？单词尺子如来，尺子是读如了，还如来哦。你别笑，我还玉皇大帝呢。菩萨、哦，我让你听写英语，你怎么还把菩萨写出来了？有人，我请菩萨干啥呀？是单词推推动，那读 Porsche。Porsche。哎。等一会儿是不是还得出个白骨精啊？等一会儿是不是还得出个白骨精啊？嗯？我说我帮你保管，你不肯，坐下好了吗？掉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的爸爸有一双色眯眯的眼睛，他骨瘦如柴，凶如狼狗，发起火来面目狰狞，凶神恶煞。闺女啊，不是我说你，爸爸从头到脚都是优点，你一个字都不提，你就光在这胡说八道。你这成语用的真是惨不忍睹，扭曲事实了，知道吧？你以后能不能说些爸爸的好啊？我不敢说。为什么不敢说？你怕什么呀？你就给我大大方方的说。我的爸爸，他高大威猛，英俊潇洒，一表人才，知书达理，人见人爱。你竖个笔在头上干嘛？嗯，安个避雷针，我怕遭雷劈。安个避雷针，我怕遭雷劈。哎呦我的妈！